们冠益建设本身啊是营造厂起家，那营造厂起家的好处就是我们其实对于盖房子的部分的细节都非常的讲究。逐梦世纪是位于三民区，那三民区的话最特别就是有一个就是合体社区，我们的基地呢是三面临路。那三面临路有个好处就是我们的通风跟采光一定都会比人家好。我们规划一层四户，所以我们每一间都是边间，总户数55户呢，那这55户全部都是三房的产品。那我们的坪数呢，目前为止是从39到43坪都有，那楼下有5户店面。我们一开始呢在做整体的规划的时候，就是希望做一个轻豪宅的概念。我们厨具的部分就是搭配德国原装进口 Sturmer 厨具，还有啊像我们最特别的就是炉具下方的第一个抽屉，我们常见的通常都是假的抽屉，但我们把它做成是真的。除了就是因为我们将我们的美国杜邦人造石来做加厚以外，那当然是希望把我们整个居住空间都还给我们的住户，所以我们也特别有在规划厨房的时候有把这个第一抽的这个问题来加进去。还有像我们的炉具的话都是搭配林内的莲花炉，它是从小火慢炖到大火快炒都可以轻易掌控。那我们洗碗机的话它是非常特别，它是符合人体工学抽屉型的林内的日本原装进口的洗碗机，它可以独立洗独立烘。其实我们卫浴也非常用心，我们是搭配日本头头原装进口的全自动电脑马桶，在主卧的部分它是可以自动掀盖、自动盖盖子，还有自动冲水的功能，同样也拥有免治的功能。二楼有一个多功能交易厅的空间，那这个多功能交易厅的空间就是未来我们管委会可能开会的时候可以使用，或者是朋友来拜访人比较多的时候都可以到这个空间，那其实非常的舒适。以及外面还有一个二楼的露天空中花园的部分，那外面这个二楼的露天空中花园呢也是可以提供我们小朋友就是在这边跑跳。这个空中花园呢它也是有延伸这个合体公园的整个绿带延伸到我们这个建案这边来。那我们这边的话地下室开挖三层，那三层全部都是平面车位。我们这边的住家进入啊都是使用一卡通可以做整个畅行无阻，从我们大门到我们个人的这个居家的信箱，还有我们的本身的这个住家大门。我们住家大门很特别，我们是搭配意大利的 CISA 锁，那这 CISA 锁比较特别是它有四道锁芯，然后非常的安全。那再来的话它是电子锁，所以它是拥有密码、一卡通以及我们传统的钥匙都可以开启。那其实居家的安全是非常的稳固的。那像是我们这边最特别的是冠益建设本身，我们在防水的这个部分非常非常的在意。像是我们外墙防水一般的人通常都做四道，那我们冠益建设都是做到六道。以及像是浴室啊卫浴的空间使用180公分的防水涂层，我们就是希望让我们的住户住了10年20年之后都还是觉得非常的舒适，也不会有什么其他的问题。那以生活机能来说的话，因为我们合体社区发展的早，所以其实生活机能都非常的健全。玉成路或者是我们过一个民族路就可以抵达鼎中商圈，过一个红绿灯就有全联咯，其实真的很方便。学区国小是合体国小，国中是龙华国中，及合体国小旁边的话它还有一个高雄市立图书馆的合体分馆，所以其实像这样子这么丰富的教育资源就在我们家附近。那像我们现在整体的建案呢有打出一个所谓的广告价，广告价是 19.8 万起，那现在的话就是以 19.8 万就有机会可以入住到我们的逐梦世纪。希望喜欢合体社区的大家可以来到冠益建设逐梦世纪，一起来逐梦。